我其实一直知道皇后出在骗我，她向我隐瞒了很多事情，比如园亭。心理治疗是需要病人配合的。皇后出每天都在粉饰太平，我就算知道她有问题，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。她在治疗末期确实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但那只是脆弱的假象，就像是海滩上的沙屋。袁婷拿起领带套到她脖子上的动作，就像是海浪将那个沙屋轻易摧毁。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我的每一个病人，但我们不是他们，永远无法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们心中的痛苦与绝望，所以我们实在不必将我们自以为是的幸福强加到他们身上。有时候放手让他们离开也是一种救赎。X03A 的检验结果出来了，里面确实含有违禁成分。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海奥森的总经理秦山得了癌症，紧急住院治疗了。如果再不抓紧调查，这条线索可能会彻底断掉。想好了？左然 N2X 代号天秤。这样比较方便，但不急，你可以慢慢想。周日在基地有个讨论会，到时候我接你一起去。最高领导，他告诉你的？作为一名律师，我认为你应该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。这种违禁成分一个处理不好，哼。嗯，特派调查员。好吧，不管你是来调查谁的，何印问心无愧。
什么事？我在外面，长话短说。不要轻举妄动，你有新任务了。饿了，那就去吃饭呗。地方。都跟你说了有伏击，这下信了吧？这样的你，真可爱。